一味中医归纳的迄今最值得珍藏的秘验方。益乌法丸，生首乌150克，黑芝麻 L 5克，双桑叶30克，桑葚30克，汉莲草30克，女贞子15克，生地30克，金银花30克，菟丝子30克，杜仲30克，金樱子15克，细仙草30克，侧柏叶30克，黄精30克，怀牛膝15克，桃仁15克，红花15克。西洋参30克，代赭石30克，做蜜丸，每丸9克重，每日3次，每次1丸，3个月1疗程。验证病案：2007年8月，山西省太原薛女，35岁，来西安专程治疗脱发，在某脱发治疗研究所治疗几月无效，并被告知毛囊已破坏，无法再生。后经西安亲戚介绍来我处治疗，客诊全头毛发脱落已尽。颈脖子一周有稀疏几根余发，戴以假发，心情焦急。望大夫给予精心治疗以后，将重谢云云，把脉弦细数，舌尖边红苔白腻，于告知短期恐难长发，需长期服药。患者说只要能治好，服多长时间都可以。我看其信心较大，许其给予治疗。将乌发丸改汤服用3个月，再诊拳头已长出黄色绒毛发。期间因头皮痒，适应略微调整了几味药，大体未变。随后改汤为丸，又服用4个多月，头发已长全，而且乌黑茂密。后专程赴西安感谢。此例是我治脱发最严重一例，而且时间长达7个月之久，耗时可谓长也。如不是患者能坚持，又怎能大功告成？我自临证以来，用此丸治疗脱发，包括斑秃白发无数。一般3个月几乎未有不效者，后学者不可小视此方。二、主治阴囊潮湿，生牡蛎30克，枯矾60克，黄丹30克，盐粉外用。将阴囊温水洗净，擦干用粉擦揉2到3遍，12分之1。验证病案：2008年3月8日，西电公司一退休高工白某找到我，拿出一张药方。说吃了10几副了，治疗阴囊潮湿效果一点不明显，没啥作用，阴囊还是水滋滋，很是懊恼不爽，并说此是省上某名老中医的方子，问我有什么办法。我看了方子，说这是二妙散加减，方子用的不错，但是临床效果并不理想，我有一方宝，你要到病除。随后写下上方，并帮其加工好，交代清楚便用方法。该工看如此简单之方，而且价格不到2元，很不在意，曰这能治病，我说试试看吗，又不费事。常言单方气死名医，一句戏言。3天后，该工找到我，一进门就冲我一说，你真神了，你那药真管用，2次后阴囊潮湿就干了。我说没什么，此乃一老中医之方，吾屡用屡验，只不过大医们轻视此方，觉得开出这样的方子有点掉份子，又没有效益，故而不开。此方我曾介绍给一出租车司机朋友用，谁知此工在治好自己阴囊潮湿后，动了个小脑筋，把此药分包卖给同行，着实发了一笔小财。因为司机夏天开车常有此病，此乃后话，全当笑料。五、清正汤，主治脑积水，苍术30克，生麻30克，荷叶30克。可加怀牛膝、车前子饮水下行，张不逃方。曾用此方加6味地黄汤治愈一例82岁的男性患者，脑瘤引起的脑积水，西医用甘露醇无效，共服药2月余，效果惊人，临床不可小视。七、子宫肌瘤方，穿山甲、当归、桂枝、三七、鹅树、三棱，生水蛭、鹿角霜、浙贝母各100克，蜜丸。每日3次，每次1丸。验证病案：此方来源于哪本书或资料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在使用的过程中对其进行过增补，最后定型为此方，临床用过多年，效果基本是确定的。由于病例太多，就举个最近的例子。2010年4月初，江苏省连云港孔望山龙洞庵住持人凤人车等一行5人来到我处，专程找我看病。大住持人凤近40余岁，中等个子，面白皙，说你上次给我们的小妹做的丸药，现即吃完了。
经 B 超检查已完全好，子宫肌瘤似没有了，先我12/2。何仁彻师傅还想请你也给我们开些中药治疗一下，并拿出 B 超检查单叫我看，也是子宫肌瘤，多发散在性，两人多少大小不一。我说可以。经过四诊八肛检查，仁彻师傅还兼有附件炎，少服御寒隐痛，所以先开了个合方，当归四逆汤加桂枝茯苓丸和当归芍药散和麻黄附子败酱散。L5副吃完以后再服我们制作的丸药。最近仁彻师傅来电话说附件炎挤好了，肚子也不痛了，子宫上的肌瘤基本已消失，还有个别残留，药还没有吃完。我说继续吃完就好了。该方治疗子宫肌瘤要求单个最好不要越过5公分，否则效果较差或治疗时间较长。我用此方治疗子宫肌瘤已有几十例，效果基本上是牢靠的。八、卵巢囊肿，白芷30克，浙贝15克，鹅树15克，大青叶10克，白花蛇舌草20克，公阴20克，蛇床子30克，33剂消失。九、眼压过高方，苓桂树甘汤，车前子、怀牛膝，另加婷丽子效佳，青光眼、高血压眼。验证病案，患者王希杰，女，42岁，甲减突眼，2006年6月12日来我处，诉说先是甲亢，经过治疗已愈，但是现已变成了甲减。日前突出症状是两眼胀痛，眼压过高，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快速解决。我说好办，随手开出苓桂树甘汤加车前子和怀牛膝3副。3天后，患者高兴地来找我说，你的药真好啊，药一吃完眼睛就不胀了，也不痛了，原来没有吃过中药，还不知道这么灵，希望再多吃几副巩固一下。以后我又随症变化开了20几副药，将甲减一并治愈，病人感激不尽，又给我介绍了好多病人。临床上此方也疗眼压过高症，不分具体病种都效果很好。另在治疗甲亢病上，我喜欢用当归六黄汤和参麦隐加碱，一般说1个月左右就可治愈，疗效还是很高的，大家不妨在临床上再检验试用。这只是我个人的体会。12/3。十、消化系统息肉寄生乌梅丸，乌梅1500克，酒醋泡去核，姜蚕500克，穿山甲50克，蜜丸每丸9克，每日3次。病症验案，患者高桂芬，女，75岁，省体育学院退体老师，2006年7月20日就诊，因我将其丈夫的带状疱疹后遗通治好。其夫曾在省某大医院皮肤科治疗，多时不愈，痛苦不堪，经人介绍找到我，用全虫蜈蚣散2月治愈，故对我重信有加。这次找到我问能否治疗胃息肉，并拿出胃镜报告单叫我看，我说可以，就是吃药时间长和做药麻烦。他说那不怕，只要能治好，并担心息肉转化为胃癌。我说不会的，不用担心。随即开出上方，并委托药店加工。半年过去了，期间未见他来过，只是服药中途打电话说吃药后胃酸过多，有烧心感。我说不要紧，是正常的，吃些西米替丁即可。在未见回音，这次半年后突然找到我，并带来一老妇，说吃完你的药，胃息肉全好了，在西安检查说没问题，但我不相信，又专程到上海做了检查，确诊无误，这才放心了，特来报告并感谢。随后将带来的老妇介绍给我，说是过去自己的老同事，现在广撒，专程来西安找我治疗胃息肉，云云。用此方，我曾多次治愈过肠息肉、胃息肉、咽部滤泡增生之咽炎，可以有把握地说疗效可靠。同时在临床上也用此方治疗过子宫息肉、胆囊息肉，疗效参半，不如消化道息肉可靠，请后学者注意。17、口臭方 ：A. 甘露饮 ，B. 黄连、枳实、甘草各5克，焦山楂、狗丁各15克。A 方有效佳。验证病案，关于口臭疫症的治疗，临床上要分2个方面：一是龋齿造成的，一是肠胃积热造成的。这里指的是后者，胃肠积热一般都是用清胃散或玉女煎，但是临床上都达不到100%有效。
但有一方可以做到，这就是甘露饮。一2008年7月有一天，乐仁堂大药房附近空军家属院一少妇朱玉娜女士经人介绍找到我，说别的毛病1/12都没有，就是口臭，请开中药治疗一下。客诊，31、32岁，面色红润，能吃能喝，舌淡白胖大，苔厚腻，双关脉滑大，大便不干，小便不炽热，略有饭后微胀，余无他症。看到舌淡胖大厚腻加微胀，我先辨证为脾虚湿盛郁积化火，开出了平胃散加二陈汤加四君子汤五副。一周后，朱女士再诊，说前五副药无效，仍然是晨起口臭，请尽快解决此症。天天口嚼口香糖也不是个办法，想参加个社交活动都不。天天口嚼口香糖也不是个办法，想参加个社交活动都不便。看到朱女士焦急的样子，我觉得先前辨证有误，应该舍舍取证，直接用口臭专方甘露饮。又是五副，一周后，朱女士喜形于色，本来告诉我嘴不臭了，要求巩固。以后又吃了20多副甘露饮，口臭彻底治愈。临床上我用此方治疗口臭甚多，大多3-5副即效，有时也将上2方合用，效果亦可，但后方不如甘露饮效佳。此方乃从张不陶《小中药大功效书》中学来。张不陶在书中说道，我看过有50年口臭的，服一次甘露饮就好了一半。很多口腔溃疡几十年的，服一次后症状就减缓一半，绝非虚言。而且我还看到别的老中医用此方治疗口臭和口腔溃疡得心应手，因此医者不可不重视此方。治疗口腔溃疡，我习惯用风水丹和前阳丹加验方更得心应手，此另文再谈。附甘露饮，熟地15到20克，生地12到15克，麦冬10到15克，天冬10到15克，石斛10到15克，枇杷叶9到12克，枳壳6到9克，茵陈10到20克，黄芩6到12克，甘草3到6克。功效：养阴清热，化湿敛疮，主治口疮。用法：水煎服，每日一剂，分3次服。18四味健补汤：石斛、赤芍、牛膝、丹参各30克。治糖尿病足、腰痛、下肢静脉血栓、脑供血不足等。验证病案：此方乃南京中医药大学黄黄教授之方。临床上不仅可以用于糖尿病足，也可以用于其他腿痛，但最好是淤血症。我曾有一糖尿病老妇患者，叫刘淑珍，因1/12。我治好了其女儿的子宫腺肌症，故而常年在我处调养。一日右侧腰腿痛，抬不起不来，在医院打了3天吊针，效果不明显，腰腿仍痛，故而找我开几副中药解决。因我知其为糖尿病患者，所以检查后排除了腰椎疾病，直接就开了4味健步汤加芍药甘草汤。3天后，老太太就自私走来了，说好多了，要求再给开几副。临床上我经常把此方作为一个方组用在其他方中，尤其是脉管炎中效果奇佳。19白癜风如意黑白散：汉莲草90克，白芷60克，首乌60克，沙棘梨60克，紫草45克，重楼45克，丹参30克，苦参30克，苍竹24克。上药共研细末，瓶装勿泄气，每日3次，每次6克，开水送服。另外用肉桂30克，补骨脂90克，水9个半，浸泡1周后用之，擦洗。云南来春冒方：我曾用此方治二痢清症，头部铜钱大，均治愈。20骨质增生引起的腰痛腿疼：菟丝子25克，血结6克，当归10克，乳末6克，骨碎补10克，地龙6克，防风6克，防蚁10克，安息香6克，牛膝10克，桂枝6克，焦三仙各10克，玉片10克。一名84岁老中医方：水煎服，曾治我处患者马之如老妇一剂痛止，故录之。21头癣：生半夏15克，斑毛5克，用200毫升白酒浸泡1周后，用棉签沾药水，日涂2到3次，注意不得涂到好皮肤上。
验证病案2009年5月一天，我所在坐诊的药房之房东饮食服务公司经理张某看到一老年妇女拿了一盒西湖龙井茶叶对我表示感谢，我用药治好了她的头癣时问我你还能治这病，说完把帽子一摘叫我看满头的癞痢子，说是祖传的，一直治不好，药店里卖的各种止癣药水膏都用遍了，包括激素类药膏也只是时好时坏，不能除根，曾到各大医院皮肤都治疗过，还是这样，甚是苦恼。一年四季剃个光头戴个帽子12/6，冬天还好说是装饰，夏天五个帽子能把人热死。其父亲亦患此症至死未愈，甚为遗憾，说你能帮我治好，我一定请你吃饭，好好感谢你。我说好办，并开玩笑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一定要请我喝洒喝，随即开出上方，令其用百老泉70度白酒泡一周后外用。半月后，赵经理不失其约专程来请我喝洒，第一次脱了帽，整个头光净无疵，神采奕奕，只有个别几个地方留疤无毛，系毛囊根被破坏所致。此方不仅可以治头癣，而且亦可以治局限性牛皮癣，医者不可小视。特别要注意药水安全存放，因斑毛有剧毒，以防误服入口。25风水前阳丹，黄柏30克，附子24克，龟板6克，西沙30克，甘草15克。口腔溃疡治疗运用病案。一案，甘草泻心汤，前阳丹风水丹。生甘草30克，胡黄连15克，黄芩15克，党参15克，茵陈30克，土茯苓50克，干姜10克，肉桂 L0G， 徐长卿 L5G， 黄柏30克，砂仁6克，炙龟板10克，炙附子3克，炙蜂房6克，公英30克，连翘30克。患者陈荣宝，男性72岁，客诊满口腔多处溃疡，舌红苔厚腻，老人痛苦不堪，无法饮食，中焦湿热，上冲口腔，处上方5剂即愈。二案，前阳丹风水丹经验方，炙附子5克，炙龟板 L0G， 砂仁5克，甘草30克，黄柏 L5G， 苍竹30克，胡黄连12克，黄连 L0G， 境内经15克，肉桂5克。患者吕红云，女，52岁，常年口腔中不是舌上即是腔侧发生溃疡，随用上方3剂即愈，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不已。26手足皲裂，桃仁50克，生猪板油50克，捣成油脂，日擦4到5次，12/7。验证病案，此病虽说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挺烦人，裂在脚上还罢了，不过痛点裂在手上不仅疼，而且干不成活，所以患此症的病人还是很苦恼的。一2006年10月，西安市西郊某保险公司经理张艳平女士在看其他病时，伸出手来叫我看手大拇指和手大鱼际处裂口纵横，说痛得钻心，平时洗完洗衣服时戴个橡胶手套极不方便，请求给予医治。我说可以，开出桃仁50克，令其捣成泥状，回去到市场上买一两新鲜猪板油，特别要求必须是新鲜生板油，不是别的油，和桃仁捣在一起，密放在一小瓶中备用，每天将手温水洗净，日涂抹2到3次即可。一周后，张女士告知好了。2007年，曾知一回民老太马平贤，亦是手足皲裂，因是回民，不能用猪板油，令其用牛羊板油一效。临床上每年我用此法此方治愈手足皲裂者均在10余例，此方再加654片，50片研末混在一起治疗冬季冻伤疮，亦是百打百效，愿同道试之。27皮肤瘙痒，苯海拉明2片，地塞米松2片，消炎痛 L 片，消苯地平 L 片。验证病案，一2005年11月，我在吉祥村康正诊所坐诊时，遇到一湖南长沙老者找我说，大家都传你看病神了，你把我这病看一下。我来西安女儿家没几天，不知怎么搞得全身瘙痒，挠得满身血痂，一到晚上痒得钻心无法入睡，已在医院打了2天针，打时不痒了，一停就又痒了。
也在你们这里其他大夫那里吃过几副中药，现在仍是个样。听说你水平高，特找你给治疗下，帮帮忙吧。其言甚哀。我略为思考了一下，觉得我在开中药，效果未必赶得上前一所用之药，不如拿出手段先止痒再说，随即开出上方。由于上药太便宜，就将上药一次量装入零号胶囊，每粒收5元钱，实在是无奈。钱太少，病人会瞧不上眼，认为你为糊弄他。一笑了之，扬长而去。一日三服，先与一天药。老人半信半疑，持药而去。第二天诊所一上班，老人就来了，说昨天晚上睡好觉了，不痒了，这是一周多来最舒服的一天了。你真是神医，名不虚传，请再给几天药彻底治好。我12/8。听后暗自发笑，什么神医啊，中国的老百姓真是既可怜又可笑又好糊弄。一周后，该老妪要回湖南长沙了，临走时又到我这里，求我再给他配一周的药带回去，以备后患。临床上我屡屡用此方治疗各种皮肤瘙痒症，以争取时间和患者。需要说明的是，该组方仅适用急性和轻型皮肤瘙痒症，对于一些长期顽固的皮肤病效果不佳，医者不可不知。30带状疱疹。一、泡小者可用利福平眼药水多次涂抹患处，泡大者先用注射针头抽出泡液，再用药水涂之，可止痛痊愈。二、二味拔毒散，白矾、雄黄等分研末凉开水调涂，一日数次。对于带状疱疹的早期治疗，这两个方子已足够用。二、二味拔毒散，白矾、雄黄等分研末凉开水调涂，一日数次。对于带状疱疹的早期治疗，这两个方子已足够用了，反而是带状疮疹后遗痛难对付。我曾治疗陕西省党校一教师刘某，男性，60余岁，带状疱疹后遗痛疗程2个多月治愈，主要是用蜈蚣全虫散，效果还不错，以后还治过10余例。美中不足的就是时间有些长，我也不太满意。以下两个方子我也用过，疗效参半，但还算可以，望通道能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提高疗效为盼。带状疱疹后遗痛内服方：丁香9克，郁金9克，柴胡9克，止咳9克，赤芍9克，川芎9克，甘草9克，板蓝根30克，疼痛严重者可加5灵芝、蒲黄、冰片，共为细末，每次3到5克温水送服。外洗金房各30克，薄荷30克，透骨草30克，蛇床子10克。第一遍用 L500克水浸泡2小时后，温火先煎3到5分钟，滤出药汁，再添水1000克左右，小火烧开3到5分钟滤出，两次合合，趁热用手或毛巾透洗患处5到10分钟，且忌损皮肤，第二天烧热续用。一副药洗2次，每天1次。以下为国医经验录。31高血脂、高血粘、脂肪肝方：牛黄粉20克，三七粉30克，生水蛭50克，西洋参70克，装零号胶囊，一日3次，每次5粒，可服30天。可加生首乌75克，效更佳。验证病案：2010年3月10日，患者李春荣，手持西医化验单问曰：血脂高并有脂肪肝，中医是否能治疗？现吃西药新代他汀类镁降脂，效果不明显。我答中医可以治疗，先开了10副汤药。说实在为了赚钱，只好先铺垫一下。真人不打诳语，其实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胶囊。10天后病人来告知，汤药实在喝不下去了。我说好办，随即开出上方。2月后一日，该患者欣喜若狂，来到我处告知，脂肪肝没有了，血脂也正常了，并拿出化验单和 B 超单叫我看，说真不可思议。为此他专门跑到西医那里告知，该西医竟说不可能，西药拿着都没办法，中药怎能治好脂肪肝呢？李某拿出检查报告说，这又怎么解释呢？西医哑口无语了，悲呼，中医怎么这么不幸呢？明明治好了病，现摆的事实还得不到承认。说实在的，对此种情景我遇到的多了，似见怪不怪了，好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越是遇到这种情况，反而更激起我要用更多的医疗事实来树立中医的神圣地位。临床上，我以此方治疗高血脂、高血粘、脂肪肝，包括脉管炎等，屡屡见效，现已成为我治疗此类病的专方和秘方。32、崩漏西医宫穴，黄芪30克，当归30克，生地30克，双桑叶30克，3七粉9克，现可用云南白药胶囊代替，加生地鱼60克，生冠中60克，白头翁60克，桑白皮30克，益母草120克，出血严重时加红参30克和龟板30克，多年运用疗效在90%以上。方正体悟，此方来源于《父亲主女可以书》，我是早年读《医学中中参西录》时看到的，但并未引起注意。引起我重视此方的是四川乐山名医于国俊先生，其多次发表文章推荐此方治崩漏症，并言乃高效专方也。因此，我在临床开始有意大量验证该方。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对于轻症宫穴还可以，基本上是高效的，但对重症虚症疗效较差，12分之10，不能令人满意。后再看到山东名医张志远先生的文章《地狱贯众白头翁汤治崩漏》，感觉效果亦很好，考虑可以把二方合用。在读李凤祥临证经验集时，我又发现了治疗宫穴的验方：益母草120克，当归12克，白芍9克，甘草6克，木香3克，巨云屡用不爽，疗效超过一般的所谓引血归经及补血药。至此，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出发，将三方合在一起，并根据庆年多热、中年多瘀、老年多虚的原则加减用药，在治疗崩漏症时几无失手，百打百中，也成为了我自己的秘方，现公布于众，希望同道一用。33、肾虚闭经方：鹿角霜10克，生黄芪30克，当归30克，白术30克，止咳15克，生半夏10克，昆布10克，昆草20克，同时送服穿山甲粉，可消除卵巢周围痰汁，刺激卵泡突破卵泡膜，恢复排卵。验证病案，多囊卵巢综合症是妇科中一大难症，治疗起来相当棘手。2009年，我曾治一青年妇女，27岁，闭经3个月。B 超检查，双侧卵巢各有10个以上卵泡排列，性激素6项检查也不正常。人稍胖，结婚3年未孕，现想要一个孩子。因其家长和我认识，所以带着女儿来找我看中医。林家中甚为焦急，望能治好此病。我说此病不好治，需3个月到半年。先调好月经就有希望，不知能否喝这么长的中药。该母女俩说，只要能治好，再苦再难喝的药也要坚持。我看母女二人信心坚定，答应为其治一治，于是就开出上方，外加穿山甲粉，每天一剂。后20余天来了例假，此后我告知该女在14日以后，隔日一同房，结果50天以后，我在把脉时发现有孕象，告知可能怀孕了，即要求其到省妇幼医院 B 超检查，发现已有孕囊存在，证实四怀孕，遂停止服药，1年后得一女。此例适用上方的典型病例。我在临床上治疗此类病多以上方为主，先是调整好月经，大约需要3到4月，多数都能达到治愈效果，事实胜于雄辩。在这方面，中医疗效远远高于西医，愿同道坚信中医，大有作为。12分之11。34、益肾捐臂丸：熟地、当归、鲜灵皮、鹿涎草各4两，治蛔虫、九蜈蚣各8钱，治乌蛇、治蜂房、治土源、治僵蚕、九腔狼虫各3两，吊 L 两，共咽细末。另用生地、鸡血藤、老鹳草、寻骨风、虎杖各4两，煎取浓汁，饭丸如绿豆大小，每服2钱，日2次，食后服。主也类风湿关节炎、增生脊柱炎，疗效显著。此验方系老中医朱良春所拟，现为江苏省南通中医院专利产品王牌药，近年所出之书已无具体用量和方法，
特补出公同道使用明老中医朱良春。35. 外洗皮肤湿疹，苦参60克，蛇床子30克，百步30克，益母草30克，可加野菊花、地骨皮各30克，煎水洗涤，每剂药可煎洗2-3次，配内服更佳。明老中医之路龚志贤。提示：本医疗信息为网络收集转载，仅供参考，不能作为诊断及医疗的依据。未经医生许允，万勿擅用，要在当地医生指导下对症治疗，否则后果自负。